只有他老太太。你哭什么家伙还？那么坦率地说，我舍不得离开，我真的舍不得离开。现在不得不分秒必争了，我都毕竟是90多岁的人了，我说走就走了。我能赶上这个好时代，我更应该尽量的自己的力量拿出来。我爱这个工作，我的最后一口气是在讲台上呼出去。